World at Night is a group of photographers all over the world who take photographs of the night sky along with the earth. TWAN photographers endeavor to join the best places on the earth, like natural wonders,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they go far out to places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y go to Antarctica and photograph it against the good parts of the sky, just like Milky Way, the prominent Orion constellation. So TWAN photographers are always roaming around, even if it is day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In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will be night, and a TWAN photographer will be ready to photograph. There are 41 photographers working in TWAN, and they have been photographing in almost 150 countries. So they are traveling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o find remote and beautiful places. This is 同一个世界同一片星空的摄影展示，TWAN在中国的第一次展览。 在此之前呢，从2007年开始，TWAN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124场展览了。在中国办展览上，在我4、5年前最开始接触到TWAN的时候，就有这个萌生的这个想法了。然后到我成为TWAN的摄影师，然后所以说和上海天文台一起来共同来筹办这个展览。TWAN呢是一个国际组织，然后来分享世界各地的这种星空，以传达同一群人、同一片星空的理念。因为我们可能国家之间被一些 种被政治、种族、语言、地理的因素把它划分，但是呢，我们从太空中来看，我们是处在一个无国界的星球中的。所以说 ，TWAN 呢想把这种天文无国界的理念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这次展览我们收集了40幅作品，我们呈现世界各地一些最具标志性景观的星空，比如说有喜马拉雅山脉的这种星轨，还有到撒哈拉沙漠里面的这种当地人在星空下沏茶。 还有埃及金字塔上空的海尔波普彗星，然后还有北极的这种山羊型的极光，然后这些非常罕见的这些现象呢，都被TWAN的摄影师给记录下来了。然后很多的这些作品，是在曾经拍到的，可能10年前、20年前拍到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了，因为随着灯光污染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看见星空了，然后越来越多的拍摄地，会被受饱受光污染的影响。 我在97年的时候，海尔波普彗星回归的时候，我只有1年级，晚上和父母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了之后，就看到一颗彗星。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觉得它拖着长长的尾巴。当时在幼小的脑海里刻下了这种深刻的天文印象。之后，我就通过百科全书啊之后的一些各种的学习，慢慢的进入了天文这个坑里。长大之后也慢慢的想去把自己看到的一些天象 以及一些星空记录下来，所以才开始去使用相机记录自己看到的星空。14年的时候，有一次月全食，当时是我还在重庆上大学，然后我们重庆天文协会的老师组织我们所有的爱好者们到他家的顶楼，去观测。那个顶楼特别开阔，然后刚好冲着长江，非常棒的城市夜景。 当时是一个带食月初的一个天象，我当时就用相机把这个天象记录了下来，然后配上重庆当时辉煌的长江两岸的这个夜景，觉得特别漂亮。月食结束后的当晚，就把这张照片合成了出来，就是我通过合成技术把月食上升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之后我就把这张照片投给了 TWAN， 并非常荣幸的在第2年获得了光污染组的第3名，也是我 比较难忘的一次获奖经历。这次呢，我们再一次把一个很大规模的摄影展放到我们佘山这边来，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天文博物馆，通过摄影师的镜头，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光，领略世界各地的星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主题，一个世界一片星空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主题，让大家了解说，世界各地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不光是人文的，也有我们自然方面的。展览呢，也是让更多的人，有一个环保的理念。 就是在我们的城市的发展过程之中，也能让我们更多人去珍惜这一片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